的部分。对，有新的进去应该有东西了。哎呦，九点半开始。哦，流星球表演，电音三太子。什么是流星球？来，流星球会不会是像那个扯铃，但是他们扯的是彩色的那个音响。朋友的，请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来注意来注意。阿里家相当的在拍摄这个现场我们的整个活动要拍摄的话也请我们所有的人员，包括我们的媒体朋友也请你务必注意您的安全，您的安全。那待会我们在拍照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部分呢，月台那一边的部分，我们就要完全的来做一个管制所以相当的那边我大家保护，那就无法多，那就无法多来给大家安尼出力。来，我们请我们所有现场的各位贵宾、各位来宾、各位现场的好朋友，来，我们活动即将开始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往我们贵宾区这边来就坐感谢大家谢谢也是我们台南的历史，台南的骄傲，台南的亮点让我们全国的朋友，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李兰台南让这个后面家我请来这边哇我请来家见证我们这个历史的一刻历史的一刻那我当一边开心那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那非常感谢咱遮个姐姐哥哥做来参加咱今仔只活动感谢感谢。那活动李文就。
高才的我们请你一来哈，啊，让你不要非常喜欢的小心啊，铁根哈，啊，其他都他引起的这些冰属啊，传统的冰属骨骼哈，啊，来透过这些骨骼干啥呢？我们是先体会，啊，让骨骼变作些啊，这个力量啊，它是所在啊，我相信啊，透过这些活动，哎，鼓励好的体验，让大家好了哈。来，各位朋友，又是一个对花香啊，旁边都是小朋友，鼓励起来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后壁国小我们民俗舞蹈团精彩的表演，我们现在朋友那你点评为什么一个人的婆婆笑哎个人过来一下好不好，民俗舞蹈之后呢，哇今晚被耍了你来哎看一个较无同款的 feel 的表演啊吼，哇今晚就要看到哇那个可高追的三太注定出现了吼，来刷了第二个节目是咱嘛是咱后壁国小小朋友所带来的电音三太子，咱台客总动员，来婆婆先过来一下。
桥电音三站组的台客总动员，来，是不是再给我们小朋友掌声鼓励哈？哇，这款水直播今天这集要播到多少？对啊，郭秀，小朋友，所带来的我们扯铃队的表演，来。来，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后壁国小小朋友哈，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是他们扯铃队的表演哈。扯铃队呢，于民国77年就成立了哈，今麦林会长高当啊哈，校长的推动之下哈，我想请这传统会当继续来延续哈，来延续。好，那我想现在是在以热烈的掌声哦，因为这个囡仔拢赶过来场哦，真正是因为今仔才是咱后壁咱台南的大代志，所以大家拢是可能足欢喜啊，足感觉足期待一个心情哦来参与哈，咱就爱用咱上热情啊上介大声的口号声，把咱后壁这些小朋友更加鼓励哈。好了，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后壁国小我们扯铃队带来精彩的表演，扭转乾坤，来，口号声鼓励姐，谢谢。所以呢，为了让多体育更加的多元推进发展，这除了原本的可林一小训练之外呢，这次加入了流行者及拉波拉棒两项的新民族运动哈，希望透过节日的传承与体验，让民族运动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
谢谢我们后壁国小小林队同学带来精彩的表演。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后壁国小，哇，大家看到他们电音三太子哦，他都是台客哦，他起码是女子哦。来，在进行下一个活动之前，这边还是在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哦，那些铁路迷雾哦，报告一下哦。来，跟那些轨道哦，那些铁轨部那个清空。好，清空，我们不要麻烦各位不要再踩着轨道，因为待会我们活动的进行也不及。女子电音，哇，我们可爱的小女生，来，掌声鼓励。心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心动无比啊，阵阵风。